我们就在，你我们就算是我们家去就完了，我自己去接，对呀，我不跟着去嘛，对吧？你看我们这自己吃的，这怎么做的？这怎么做？好多油，你尝一尝。行，一般一天你吃不了那么多吧？吃不了。看你怎么吃，我们这个你们都吃得了这么多啊？我们天天吃这个，确实是好，这个老太太，或者是你搁这个瓦萨比。哦，那是因为美国人都愿意吃这个，因为这些干锅是我们送的来的时候。